年轻的心跳从不再骄傲，用钟声显得微笑。花言花和水相聚都如海，落雪淘尽一浪味，这心海深邃，久久的相偎，一路深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华情，我是徐丽，欢迎大家。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在以往节目当中担任心动观察员的著名歌唱家王杰石老师。大家好，徐老师好。哎，王老师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菁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李老师好。以往呢，二位老师都是在各自的节目当中和我搭档来主持节目。是的，我们没有碰过面。哎，今天是首次二位同台。是。那要仨人搁一块儿就容易打起来。啊，没事，咱俩也能打起来。是啊。没我什么事儿。别打起来。对对。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既然两位都来了，您说一见面就得掐，我们今天就掐到底，好不好？行。您。各自带领各自的队，你们相互来竞赛着表演，行不行？那太没问题了。哎，其实这个李菁，这没什么悬念呀。你瞧瞧我们这阵容啊，我们这个那边加上这叫黑白两道是吧？叫我们中间这个，这叫双黄蛋。咱们不能从颜色上分，都好，五彩缤纷呢。啊，那不行，你看我们这个精神面貌啊，我们这服装色系都这么统一，你们这个服装黄了，这一看就。这还没比就正式开始掐了。哎，我来说一下规则好不好？哎，对，你说说啊。我们既然要是竞赛着来表演，那就得有才艺比试。另外呢，我们中华情是以歌传情的舞台，必须是以一歌来定胜负。好。那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观众如果觉得您喜欢他的表演，随时按下您身边的按钮来表达您的支持。哪一位嘉宾获得的现场的观众的支持率高，哪边就获胜，行不行？可以啊。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那谁先来？我们先来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的老朋友啊，他有。蒙古之花之称，他有好多歌啊，都是这个阿姨们很喜欢的啊，在广场舞的时候经常这个听他的歌。大家知道他是谁了吧？乌兰图雅。乌兰图雅被誉为蒙古之花，他的套马杆、火辣辣的情歌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被无数广场舞爱好者喜爱。这边是乌兰图雅，您呢？我啊，我这边全是什么啊？你们阿姨喜欢是吧？我们全是阿叔喜欢的，是不是？喜欢谁？大家看过这个《战狼二》没有？啊啊！咱们里边有一个非洲的小朋友，这名字特别好啊！土豆出场。土豆，中国长大的尼日利亚小伙子，在《战狼二》电影中饰演吴京的干儿子。他鬼马精灵的气质和朴实自然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来，站这儿吧，站这儿吧。既然刚上场，我们应该先唱一首。乌兰图雅先来，好不好？先来，可以啊。来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来来。Yeah.
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面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攥在他手上。一唱歌吧就待不住，对，都得跟着他一块晃，跟着动啊，一块儿。看这土豆跟着一块儿跳。我跟你说，这个图雅唱的是内蒙古大草原的歌啊，我们土豆唱的非洲大草原的歌，那太期待了。土豆上来，那我就更不客气了，别客气，好好好。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容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收获。这是非洲草原的歌啊！哎，对，非洲草原也长小苹果。那今天才艺就这么就完了？有歌必须有舞，这没有。必须有舞，歌舞不分家。你会跳吗？载歌载舞。我不会跳。你不会跳，你比什么呀？那我们来帮他跳吧，好不好？您呐，啊，那上上好地，上虞姬，要有后援，有后援。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啊，而且一下就上了俩，这变成仨人了，我们就有点人单势孤了。我这有队伍，也有队伍，我这个非常强劲的队伍，还有队伍，他不是非洲的吗？我们中国的广场舞，而且我们广场舞还带了一个广场舞王子。谁呀？这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就帅哥，来吧来吧，咱们有请。大家好，我是中国广场舞小王子王广成。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这个群众基础。跟大家来 PK 一下，今天那就来呗。
棒啊！李菁老师，多带劲呐！您这真是人多势众。他们给我们来的是人海战术。没错，这一轮比拼下来，大家说哪边好啊？都好。说体重是这边。都这边哈。啊，体重是那边好。那这样，刚才主要是舞，但是我们还得静静的再听一首歌。那这一轮谁先来？女士优先。女士优先。图雅来。乌兰托雅这次要唱的是一首什么歌？给大家带来一种快乐和健康的一个歌曲啊，叫什么？尤其在2018年，我想大家一起来跳舞吧。一首新歌，一首祝福的歌，带给大家。乌兰托雅，请你走到台中间来，有请。能不能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来看一下心动指数，来。耶！恭喜，不错，这成绩不错。你看咱们1万多人才88票，不多。哪有1万多人去？差不多吧。看我们这个大家，您听听，您看看，最棒了。来，请你们走上心动舞台，来。我们开始喊了差不多有100个那个大爷们啊，然后现在他们堵四环上，然后呢一会儿那个，哎，哥们儿，能不能一会儿你的人也上来热闹一下，好不好？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唱一首啊，当年世界杯那个主题曲，啊，哇卡哇卡送给大家。这个首歌呢也是比较代表非洲，送给大家。Cause this is Africa, ju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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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来看一下心动指数，来。哇！是不是赢了啊？太好了！赢了吗？差俩啊！刚才我问你，他们俩都在唱歌的时候，你就在那儿比划，你不会唱是吗？土人土长太原人，我在中国出生的。他从小都在中国。对。成绩也不错啊，成绩也不错啊，我们两个点。王老师，这一波，这一轮差两分，差两分，接下来怎么着？我们这是人有的是啊，是不是？没错。你听听我们这名字，我们叫功夫，功夫小馒头组合。倒是听着挺喧腾的，这就跟这个能赢是两码事。我们有一位自信哥。不是你吃不饱哪来的自信呢？我说馒头这我们也吃饱了，也吃饱了，吃饱了。不光人自信，而且有好多绝技在身。嘿，咱们先请他出来，好不好？啊，大家好。司海洋凭硬本事吃饭的自信哥，从孙氏金刚腿到独门演奏绝活，以及他天生具备喜感的表演，都能深入人心。大家好，上回就是我在的时候，在的时候。节目播出以后，这观众朋友们反响很热烈呀！啊，他这是身怀绝症绝技、啊，身怀绝技，身怀绝技啊！吓一跳啊！那腿咔一下就上来了。对，我发现现场的观众好像不太相信似的，你好像咱这吹牛。你给他们展示展示。我先热热身啊！好，先展示一下啊！一好，一二三，哎呦！哎呦啊啊！对，这个对，没活动开呢，还行，活动开就好了。我们所以就打算跟你们比比软功。我们这馒头的软乎着呢，来来，馒头上来。他们既是师徒，又是夫妻。李小刚从七岁进入少林习武，夫妻二人精湛的中国功夫令人叫绝，他们之间的爱情也令人羡慕不已。现场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们是功夫小馒头组合。我吓一跳，我的天哪，吓我一跳。哎，我说二位馒头，咱们上来别练硬功，你刚你听听人家比软和呢，是不是？李小刚你软和吗？软功我来，你来吧。好，行，来来，别看我有190斤，现场的掌声大一点，我也把腿挂在脖子上好不好？哎呦，是我徐丽，不是这他没挂脖子上啊，不是举到这儿就结束了。距离产生美，留点距离。对，那自信哥这边还有什么绝活吗？要是比软功的话，那我肯定是擅长的。那当然了，你看我这小软功。厉害了！我说这功夫是不错，这要半夜这么上大街给人吓跑了，这白天也够呛，是吧？老公来一下吧。好，来上道具。你们这个表达爱的方式很特别。对，这就是我俩的爱情打出来的。打出来的。打是亲骂是爱呗。我发现他们家够费棍子了。那其实我们刚才这算是真正的绝活比拼，对吧？我又得问现场观众哪边赢。怎么样，这个一软一硬啊，不太好比。没法比是吧？那就这样呗，就看他们各自展示自己最拿手的绝活，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行吗？
谁有最拿手了？是不是耐力好啊？好啊，什么呀？吹，吹啊！你呢？你们用吹，我们用坐，坐。对，往哪儿坐呀？往地上坐。你要往他身上坐，他可吹不出来了。那就开始吧。老公，你要是输给他，回家跪搓衣板。我就发现跟他比赛呀、都有生命危险。哎，这徐丽啊，你看我们这馒头多卖劲儿，都快成饼了弄的。看我们这气儿多长啊！都是力气活儿，是吧？力气活现在还喘呢，你瞧瞧。啊，我们这儿也没闲着，别喘了，我还行啊。行啊，好吧，我们中华行是以歌传情的舞台，最后我们还得是一首歌来决胜负，行吗？还喘吗？还行，还行，这边还行，还行。那谁先来唱？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你这气儿喘匀乎了吗？就唱啊，行是吧？气功的。好，那就先唱。来，唱什么歌啊？今儿个唱《亲亲我的宝贝》。为啥？因为上一次来中华情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九个半月了，然后回到家第四天我就生娃了。我这个肚子是九个月的肚子，怀孕九个月了。我们家宝宝现在四个半月了。今天的这首歌，我想送给我的宝贝。好的，馒头组合，现在就请走上心动舞台，有请。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尽头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心动指数，来，哟，李菁老师，孙海洋同学要唱首什么歌？甭管唱什么歌，我们就是自信。这个是夫妻一块上场的，哎，我们也不能单打独斗。
他们家的小宝宝是四个半月还登不了台呢，但是我们这个小宝贝可以跟家长一块儿来演唱，来吧，那都一块儿走上心动舞台，来，来，来。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看一下现场的心动指数，来，大妈，阿姨您说对了，刚才这位阿姨说对了，她说肯定是馒头组合胜，为什么？她说那一轮那个比谁的时间长的时候，阿姨说你能偷着换气，看出我破绽来了。好吧，那馒头组合其实他们一家人，刚才说宝贝儿才四个半月，对，宝贝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也来到现场，请他们上台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哇，真好，哎呀，一小馒头，哎呀，小阿福真可爱啊！哎呀，你看这两家都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又是新春佳节之际，能借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拜拜年吗？我们在这里祝全国的人民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夕高照，八面威风，九九同心，十全十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那我们一家三口。祝愿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谢谢各位，谢谢两位老师。你看刚才的比赛结果都是两分惜败，是是是，现在我们总比分是平的，平了，接下来怎么办？是，要是这馒头都摔成了饼了，你想他不能不赢？那接下来你们各自派出什么样的大将？哎，那我们这位啊，从小在加拿大生活，啊，虽然远离祖国，但是对传统艺术情有独钟。他一张口，一定能震撼到全场。就是我们的
王洪祥小朋友，有请。哦，京剧少年王洪祥在加拿大温哥华长大，虽然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但是对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格外珍视。你别说，我看这小朋友确实不错啊，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魔幻夫妻，您这就近多了。这个来来来，二位请上。马克宾奇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裔，他们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变装最快的魔术师，两人的魔术之旅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奇妙的不解之缘。你们好，我说我这为什么叫魔幻夫妻啊？魔术啊，对，大伙儿都喜欢魔术啊。是，那谁先来秀一下？我们来先秀一下。你还是你们，还是你们先来啊？我们先来，还是你们先来？好吧，来吧，有请。来。声音就跟我小时候那声音一模一样，那怎么样，二位魔幻？我这心里有点没底啊。那怎么，咱们也不能落后啊？对对对，我们要用我们的魔术来跟他们 PK 嘛，对不对？谢谢。但是我觉得这个，略失公平。啊，你看那个两个大人对一个小孩儿，这有点欺负我们。这人数上，不是你们也可以派人，你们有人。我们有人呐，真有。有人，可以说是和我们的这个洪祥啊是同龄人啊，他从小就唱戏，啊，我们这个巴特尔小朋友呢就是这个梅派的第四代传人，让巴特尔小朋友上来，来来 ，Hello。巴特尔从小开始练习戏曲基本功，凭借着天赋和后天的努力，成为梅派第四代男旦传人。大家，谢谢。没听够呢，待会儿再正式演唱啊。嗯，两位都是刚见面，露一小手，露一小手。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真正的才艺比拼，好不好？谁先来？这回啊，你们竟先来了啊！这回也该我们先来一回了吧？先来一回，好，好不好？好啊。哎，魔幻夫妻，嗯啊，看他们把这个新的魔幻演给大家。好的，大家欢迎来。嗯，胭脂。艺术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每逢嘉年喜庆时，人们便将这剪纸贴在家中，节日的气氛也因此的被烘托得更加强烈了。我们想带给大家一项魔幻的剪纸艺术。接下来我这边有两本这个笔记本。那我这本呢，我需要一位嘉宾，
帮我一个忙，我这里呢有不同的中国的文化景点，这里有少林寺、兵马俑、玉龙河。那现在呢，我需要你随时喊停，选一个景点，好吗？来，哟，好，请您记得不要告诉我。电视机的前面朋友们也看好了，各位观众也记得了，千万不要告诉我。好，接下来我这本呢，大家能看到是好像有王菲、周杰伦，还有很多。这样子吧，既然今天我们这个是 PK 赛，那我们就邀请你来帮我选一个 OK。 待会儿我也跟他一样，我会把这边的书呢这样子翻一下，然后你喊停，好不好？来，准备。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人我想选的，你能给我个？没有没有，你在这边选一个，这边选一个，好不好？你确定哈？来，准备。他不选。他不选。我就给你一张纸，然后再给你一支笔，你就写下你想要的这个明星，你心中的明星。这孩子脑子太好使了，嗯，好了吗？需要收起来吗？啊，把它收起来，把它收起来，把它收起来。好，没有看到。接下来呢，我要你一直想着你刚才想的那个明星的名字，好，然后呢，我会在这个纸上剪出你那一个所欣赏的那个画面。好，这样子。千万的要记得你脑袋里那一位你心目中的人物，到底我们马克会不会猜到你心想的那一位？好的，再多几招，应该是这个位置。好的，来，接下来请你告诉我，你刚刚想的那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啊。好，来，到接下来呢，再麻烦你告诉我，你刚刚想的那一位是叫什么名字？徐丽老师。徐丽老师。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剪的徐丽老师。哇，真像哎！真的很像。像吗？太像了。怎么做到的这是？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议员哈。还有第二个议员，就是刚刚拼奇在让那边的观众，然后选了一个地点，是不是？来，请你告诉我。大声的告诉我们，你刚刚选的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各位观众，这就是我们中国最骄傲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哦，哎呦，太棒了！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不够。哎，各位嘉宾，来，麻烦你们就轻轻的把你们的手伸到椅子的底下，再打开里面。就会看到我们的万里长城。哇，我还是那句话，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这个徐丽啊，这个我们两个大人应该让着点小朋友，这样。可是没办法，他这剪纸太精彩了，这个冠军没有什么啊。不悬念了。我们比的是唱歌啊，我们要用歌声打动观众，这是才艺。你的意思不服是不是？当然不服了。不服？当然不服了。不服，我们这他们俩人歌唱的也好啊。那咱们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也不是骡子，也不是马，他是会唱歌的魔术师。啊，好。好的，请你们走上心动舞台来。真高兴，嘿，张老百姓，这伙人真的真高兴，嘿，张老百姓。高兴高兴，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当年上次讲的是祈求应性，多年烦恼七七八八围成一火锅，不知道吃着和尚打伤脑筋。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的真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心歌声避而去了近，别管那聚餐碰上都是多年开心。咱们老百姓呀今儿个要高兴，咱们老百姓呀今儿个要高兴，咱们老百姓
心呀，吼嘿，真有妖心。笑看苍天山海，一身轻舟依然张开龙的胸怀。四岁翩翩起舞，登上世界舞台，一身中国的帆唱着东方情怀。四岁铮铮锣鼓，震撼这个时代，一身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五千年的颜色绝不改，中国范儿就是这样的期待，中国范儿就是各种各种爱，张着山眺望长江长，大中华让世界更精彩。刚才这组嘉宾他们的表演还有演唱能不能打动现场观众，我们来看一下心动指数。来，恭喜李菁老师，有压力了吗？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杀手锏还没上呢。哦，梅小姐，两个小朋友实力已经不俗了。哦，但是我们还有重量级的嘉宾是他们的外援。下面呢，我要请我的师父京剧名家胡文阁先生上场，跟我们一起演唱。京剧名家胡文阁自11岁起学戏，之后拜梅葆玖先生为师，是梅派南旦第三代传人。您好，您好，您好！哎呀，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中华情的舞台。胡文阁先生是梅派第三代传人，所以今天和他的徒弟，这是第四代啊。然后呢，这位在海外学习京剧的小朋友一块儿唱什么歌儿？今儿个？我们呢，我们三个要唱一首《我爱你中国》京剧版的。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我想这个《我爱你中国》呢，是前两年我首唱的啊。那么在海内外反响很大，这样的爱国的情怀，又是我们用我们京剧的国粹的元素在里边，所以呢，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一个推进吧。我想这一次呢，让我这个老的带两个小的，尤其是两个男孩子啊，也体现了我们南旦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薪火相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目的。嗯，大家掌声欢迎，请你们走上心动舞台来，有请。Oh,
心动指数吧，来。我想问一问哈，你们，你还有你们二位，你们这三位都是在国外生活的。对。过年的时候，你们通常都会在国外怎么过呢？我一般都会和家里人，就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啊，有时候有些亲戚来到加拿大，我们也会一起吃团圆饭啊。我爸爸今天也在这儿。来，有请爸爸。来来来爸爸跟大家说说你们家里人都怎么过年呢？我们在加拿大呢有很多的华人，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在国内一样，吃饺子，贴这个窗花剪纸，跟中国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永远是中国人，永远是中国的根。有一点不同的是加拿大的总理、省长、各个领导都会向我们中国人致以节日的问候，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恭喜发财，所以对，这也是一个现象，也就说明我们祖国的强大，我们海外的华人，这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根。谢谢。那你们在国外这么些年，对国内、对祖国大陆这边有没有特别惦记啊？比如惦记的人啊、惦记的食物啊、惦记的什么有吗？这一次我能够回来中国过年呢，我最想吃的就是奶奶的面线，就是道地的福建面线。道地的福建面线。对。那么现在我们把一盘面线端上来，你们尝尝好吗？真的吗？来，有请。来吧，真的，魔幻夫妻来尝尝，来，谢谢谢谢中华群，谢谢。这真的就是，你看，就是福建的面线就是很细，然后还有这个虾米都是很大的，你快吃吃，地不地道？没有拿错话。就是这个味道，就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就是你小时候吃过的家里人做的味道。虽然那个汤有点干了，但是味道还在。对，味道还在。我在这我都能闻到那味道。你甭管，你也吃一个，吃一口啊，尝尝啊，尝尝。嘿，吃到了奶奶小时候奶奶做过的味道，真不错啊，特别的，就是味道，特别的高兴。来，您把碗先放下啊。我现在再请你回头看。看你们激动，告诉大家这二位是谁？这是我的舅公，对对，还有我的舅伯母，所以这个味道就是，就是我的金伯，我的金伯，因为我们福建话就是叫古公跟金伯啊。哎呀，刚才他们吃的时候，看他吃那个表情吧，他是真觉得这是家乡味儿。对，哎，我还奇怪，我说这后台哪个厨师会做这味儿？没想到是人家叫什么舅舅、亲舅舅做的，真的是不一样。对，这个是金伯做的。对，所以一吃就是从奶奶那儿学来的，就是奶奶的味道，奶奶的味道，对，真不错。好的，谢谢。就是家人的味道，是的，谢谢。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啊，我们温习了我们家乡味道的甜美。那刚才的结果是，谁赢了？李星队，国粹赢了吧？国粹赢了。真的太棒啊！这魔幻艺术也不错，对吧？是是啊，其实我们在这种新春佳节的时候，胜负不重要，对吧？也挺重要的啊。王老师，您不给我接哈。其实我的意思是，大家欢聚一堂最重要。是的，是的，对吧？而且你们还有机会，你们下一次。那最后，我们梅派的三代、四代传人都在这儿。大家想不想再次领略我们国粹的精彩？
我们请他们师徒伴上，好不好？